乐圈传言不可信，刘恺威否认杨幂怀女儿。要说啊，娱乐圈中的传言常常是一天一个样，如今就连女星们肚子里的动静也不太真切了。近日在《小时代三》发布会上，杨幂的好友郭碧婷就疑似走漏风声，透露大秘密怀上了女儿。杨幂是否真的怀上女儿，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老公刘恺威了，而没想到这个消息连刘恺威都不知道哦。人都不是的，真的都没有问题，就是虽然很想知道，但是就也又不想知道，矛盾的心情。刚刚怀孕还要拍摄《小时代三》，敬业的杨幂实在是让大家捏了一把汗。不过心疼妻子刘叔叔也表示，两人马上都会进入到休息状态，刘恺威也会停下手头上的工作，全力陪老婆。反正他现在完成手头上的工作之后，应该就会休息一段时间。那你呢？我也是，完成完那些宣传工作，然后就要好好的陪他。刘恺威也表示，杨幂目前的状态非常的好，并没有什么特别不适的反应。我说实话，小幂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所谓的那种特别照顾啊。然后我觉得她特别坚强，特别棒。小编点评：大秘密，你是最棒的娱乐。